AI 续血新植物，爆裂南瓜。爆裂南瓜是一种被僵尸啃咬就会爆炸的植物，在爆炸后会在周围刻留一圈的南瓜头。飞铲投手，飞铲投手在遇见僵尸时会投掷出速度很快的飞铲，在打到僵尸时会持续将其击退。Nice。重力魅惑睡莲。一种很奇特的植物，在遇到僵尸时会模仿倭瓜的姿势压扁僵尸，然后在原地召唤一个更强的僵尸。樱桃大树，樱桃大树是一种攻击方式很特殊的植物，会时不时从树下掉落樱桃果实并造成爆炸。魅惑墓碑，一种塔防植物，在种下后会每隔一段时间在原地召唤随机大小的魅惑僵尸为你作战。